咱们刚好你妈有答应我哈，你一定要答应，这边没问题，没有遗憾啊，你一定会恢复健康，没话久你都能回家家跟你的孩子是谁作为团圆啊，咱去团圆就是干嘛，别当夜晚心态总高去改变你原本的计划，我得去脱离脱离对了，两名啊你别再等推他，等推那个都是梦想家简讯内底讲的病房就是这间，哇，进来。你是谁？想要对阮大家安怎？慢点，我。哎呀，唔知伊敢有报警？爸，敢真实是你，把老母认出来遮？我的做法是违法的，但是这么心里，只是真够麻烦尔。不是，这边有可能。金玉，你无看到伊两个人，看头看面，边还佫有车轮椅，因根本。就是想要偷偷把我们大家抓走。你别胡白讲啊！我们 boss 伊吼，你都好加载。我甲靖宇其实挂到位，啊，若无我们大家，唔知影搁要受着偌济痛苦。万条万，你的良心真正去让狗抱去啊！是，真正是你。你若敢伤害 boss 吼，唔爱讲我对你无客气。哪奈你即马就出去啊！我无可能让你把阮大家带走的，出去！出去！你去！Boss！ 本底我敬重你是阮 Boss 的情某，要唔过你若是搁作乱，我绝对袂让你好食亏的。你莫骗人！金玉，我袂要紧，我若是会当代替阮大家做人质，哪奈？嘛算是我对伊的报答，这条我来当。boss， 你有法度家己行无？三妹，爸，你还可以走再走好不好？金玉，你别烦恼我，继续看麦，看阮大家即摆身体状况安怎？也唔够，无什么也唔够。无我来做人质嘛？不可能！你嘛是我的走狗呢，我哪有可能让你去冒险嘛？我嘛是爸的走狗啊，爸足疼我，伊袂对我动手啦，让我换做人质好无？伊是袂对你安怎？阿母讲，这个软，这女啊粗残。我哪有可能让你受到一点的死卡渣？妈，可谢姐。妈，可是爷，爸，
会用个目睭睛去看你下骹手人安尼伤害嘛？就算讲恁两个真正无红啊无情啊，也不过还阁是我亲生妈妈。怎么样？你个会怕？哦，时间啊！爸，就卖个药啊！国平应该马上都带警察来啊！恁爸是走袂去啊！也不过，子玉啊！啊！你较早做过护理师啦，啊！你即马赶紧替阮大家看卖咧，伊即马身体状况是安怎，好无？紧啊！紧啊！慢点换，你来讲，你是不是啊？想要对阮妈安怎啊？啊，说完个禁欲嘞哈！你们想死没招？好，我家！好，爸，快点换！啊！你敢伤害阮妈？我绝对袂放你耍！抓去找万条啊！甲过去，进来，进来。伊也不过你只打动过手术尔呢。哎呀，进来，我会做起。妈，妈，妈！哎呀！阿姊，经通知杨队长过来。啊！妈，妈，是啊，真是啊，妈，万家万一，我的友情都是你管的我。主秀，我对我照顾，你管我我一点有气。我不爱，啊你我嘛不爱。你看你，丢过来啊！不要我失望，好不？你也不是我什么人啊，我现在都要找你啦。我第一是你的妈妈。可惜我妈一早都已经，我知，所以你没有看到你心跳，看到你转变，看到你改变，你别叫死，我管这个药剂好哩，你昨天才讲好听话，我慢条慢哦，是无咧吃一套啦。这是我的真心话啊！妈，妈，你是不是刚睡在听？罗宁，借他整一下。妈，你妈，你莫紧起来，你安尼食，身体来干嘛去啦？哦。
我不准你安尼折磨你家己，你知影无？我只要就讨厌你，大家拢会用感情给我拔掉的。你明明都讲好啊，你讲你要吃饱你啊！我无想要甲看到你讲话，眼阁花心嘛！没有为了吗？你我已经看到，一个好行路的囡仔都在这。你的妈妈对囡仔的误骂，不是伊晚年有成就，赚偌济钱，是希望伊健康善良，会晓替人死，才晓当欢喜。有真济朋友，老哥，我拢无做功课。你有，你为了袂让其他的人有负担。才会把我偷偷带来这手术，你好代志做完，就想要偷偷离开，这叫做好歹无要防灾。其实你心肝内底已经开始有良知啊，咱的一生唔惊做唔到代志，重要是怎样来解决。若是行歪去，咱就甲调整过来。你愿意用心，我当然感觉真骄傲。讲讲一摆，你是一个我妈妈感觉骄傲的囡仔。妈，妈，我今真正是让你感觉骄傲的好事。你是，你千万相信，你的亲生妈妈在天顶，嘛一定会跟我讲同款的话。因为我已经看到，一个好行路的囡仔都在这。我妈妈，你得赶紧好起来，等我出啊，重新做人。